起立，立正，站立，请坐。各位学员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这个节时间是要讲正确的台湾历史，但是更加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要甲咱的头壳内底的一挂无正确的物件，甲清理上。啊，讲较歹听，就是粪扫啦。啊，咱头壳哪有藏粪扫？哦，我举一个例来讲，我的头壳都藏粪扫。藏啥物粪扫？我讲一项代志哦，恁听，看这个粪扫有伫你的头壳。我读小学的时阵，讲吴芳是一个真伟大的人物。啊，但是到尾手，嘛有看到吴芳庙咧。啊，但是尾手讲来讲，会即假啦。啊，是毋是？咱头壳藏粪扫，迄都是藏通底者，超工要藏互你的粪扫。啊，即款粪扫有偌济？哦，啊咱。时间无偌济，将将来清吼、哦。所以这题目叫做正确的台湾历史吼、哦。台湾是不是古早就是中国的一部分？哎，根本不是的。吼、哦，古代的名，中国讲伊叫做东提夷州琉球，吼、哦，讲古代的名啦。哦，古代台湾都有属中国，但是唔是这样代事。伊即个吼，长江以南就是叫做海外啦，伊叫做黄河流域嘛吼，啊，长江以南就是海外啦，哦，啊，海外二十余国，20多国，慢慢唔知虾米国，吼、哦，还是台湾都，按你讲，迄都是台湾都是伊个啦，哦，迄个乌白讲，哦，无要紧，啊，讲近代的名啦，哦，有叫做东凡啦、啊，台湾。台湾，这写唔对呢？那叫做台湾，唔对嘛？因为在即个台南，在即个安平迄、那个所在，边埔族叫做台湾。啊，正确的写法应该写台湾，这是发叫音来唔得对。啊，到今仔日咱嘛叫做台湾，咱敢不叫做台湾？无嘛？但是头壳都藏粪扫，就是叫台湾，连名都甲你改了。哦，我这拢总三四十个名啦，台湾有三四十个名啦。啊，咱来看西方世界安怎叫？西方世界在1557年，葡萄牙人经过台湾的时阵，该叫做 Formosa， 这个名老我今仔日也够用，应该来用一个名来念。啊，奈遐颓，即中国人奈汉人奈甲台湾合作三四十个名，什么理由？因为到个16世纪的时阵，人西方世界知影地球是圆的，为只设计设到原点，绕地球一圈啦，吼，都会向啊。啊，但是东方世界也阁唔知影。啊，袂晓画海图，袂晓看经度纬度，袂晓区别，所以葡萄牙人知影讲，即经度东经几度，北纬几度，叫做 Formosa， 无第二个人敢号第二个名啦。哦，啊，但是汉人就敢甲你号做真多其他的名，啊，但是即个吼、哦、台湾。英语的发音 TYAWAN， 不是 TAI， 台湾哦 ，The King of Taiwan， 这是在讲田径的时阵啦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有一个叫做 Hermosa 吼、哦，是这个西班牙人号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即马叫做台湾，吼、哦，基本上 Formosa 到即阵也搁在用，对、就是。西方世界人有国际观，哦，亚洲人哦，汉人无，哦，啊，伫台湾咱有台湾笑，甲中国笑无共款哦，啊，有台湾军，咱一军16人，16禁卫，啊，那16禁卫，
咱迄阵是学荷兰，咱是继承荷兰的制度。一共十六年，即摆即个十六吼，即、這个位数吼，伫电脑国伫开始流行。哦，二五六色色，十六乘十六等于二五六，二五六。哦，啊，像讲咱有啥物两百六五十六美加的物件，哦，就是。十乘十一百，还阁无法度通表达十六乘十六，吼、哦，这是一个啊，台湾笑、台湾军，吼、哦，就是这在台湾这个所在，就是讲咱台南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所在，迄、那个安平迄搭，吼、哦，遐荷兰人设一个公称处，就是讲亲啊，为遐通过。这个叫做亲，这亲啊，哦，叫做笑，这合法的。所以台湾人用的笑，拢是扁长，啊，用的棍拢是扁长的。啊，中国人无同款哦，伊厝的内底哦，拢两支笑，啊，尾较长啊，嘛尾尾较短。啊，还有个广东笑、福建笑拢嘛无同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讲用，所以咱台湾人去。旅行的时阵，去到中国沿海做生意，人拢要用台湾笑，啊，所以用台湾笑的人叫做台湾人，哦，这是一个观念。这张图就是1624年荷兰人来占台湾了后，隔两年1626年来画地图，画台南的地图。先爱讲这搭。热兰遮城，热兰下，热兰遮城就即卖迄个一坤新、二坤新啦吼。啊，遮闹海，台南遮闹海，遮赤坎楼，即、這个所在赤坎楼，啊闹海，因为迄个时阵，即、這个所在是内海，哦，啊，但是经过三四百年，即内海已经无去啊，咱即卖已经看无海啊，哦。但是这张图的重点在倒位？这个所在，伊是写讲吼，日本的渔民，日本的渔民的，吼、哦，有十二间厝。啊，这个所在六间厝是中国海贼，哦，伊也是安尼写，哦。啊，其他马刀写啦、小浪写啦，这原住民大的所在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。啊，这个翻译有人给翻译汉文啦，吼、哦。这个安平港，哦，即荷兰船，啊，即中国船，安平古堡，日兰地啊，吼，即个写较好听，个平湖和平村啦，吼，啊，日本村落即无定打，所以啊，日本人早期时阵已经到台湾啦，因为日本是一个海洋的国家，吼，所以这张做一个概述。啊，因为咱有原住民，咱爱讲一寡原住民的代志。在荷兰时代，原住民是安怎来抵抗荷兰人？哦，在码头下，码头你怎样知影在倒位嘛？哦，啊，码头遐有一条溪，有一支荷兰兵啊，62个人来要求荷兰码头下的人退因出去掠汉人海贼。哦，啊，掠到黄昏哦，啊，掠波波哎。啊，转转来，经过码头溪的时阵，啊，这码头下的人吼、哦，讲啊，我个这溪水也无啊深，我甲你爱吼、哦，你啥都袂担去，哦，我互你爱。啊，一个讲我甲你派钱，啊好，互你派。啊，就安尼规个大家拢去到溪中啊，时喏，哦，一、二、三，给堵落去，啊，就给荷兰人62个拢给堵死，堵个醉死。你看卖，用个足细人，你用个刀啊，去甲穿去烧台，佮太阳，即、這个就好。在即码头倒下吼，有做即款伟大的代志。所以，甲迄条溪吼，荷兰人叫做摩萨加之河啦。哦，这样。这是荷兰人为因用个穿，啊，即个当地的人吼，用个石头啊，啊，袂安怎看？不要那赢人，哦，你都不赢人嘛。
啊，这个明朝的时代，中国用的容克船哦，容克船哦，叫做 junk， 用个 junk，junk 什么意思？笨手，啊，笨手船，啊，那叫好叫好多些派听的笨手船，因为一台船要前进，啊嘛都爱会用逆风前进才使。帆船不是说不能逆风嘛，啊，但是中国的这个帆哦，无法度逆风，哦，因为第一个占着台湾了，康熙皇帝讲我不爱在台湾，伊讲都爱乘北风而来，乘南风而返，一年得一个来回来了，我来我摕台湾要创啥？哦，我踮台湾若作乱的时阵，我兵啊派袂到，哦，啊，但是西方的船哦。无法度逆风前进，啊，逆风是要安怎前进？是因为伊有三角帆，哦，伊有真侪三角帆，啊，会使用个行，叫做因叫 zigzag， 安尼行，啊，也阁有因有罗勒的下骹托下骹站得过，哦，所以这西方，啊，来台湾吼，哦，较出名的人就是伫北港吼，哦，有一个甘思哲。哦，严思齐，哦，严思齐纪念碑，哦。啊，即摆咱头壳内底，中国个地图是有到底中国是偌大个，你爱了解一下。咱即摆头壳内底想个拢是吼，迄，那个中华民国，包括外蒙古，迄个新疆安尼遐大吼，其实无啦，哦，你注意看，汉朝个时阵是即个个囝来尔啦，哦，汉朝。啊，我这张是安怎来去查出来？因为高丽 Korea 讲北京阮占领几千年，我讲哎，迄个先的，你假骗的，嘿，啊去找到这张图，啊你要相信，伊这个是秦汉的时阵因占，北京是因占的，确实有影。啊，过来，过看落去，哦，三国的时代嘛是伊占的，哦。魏无熟，这都是一关来了嘛。啊，伊加个南匈奴嘛，无接到，哦，所以北京嘛是接的，哦。啊，这宋朝敢那较快，哦。啊，这北京这 Korea 这北京嘛是接的，这大辽帝国，哦。所以咱头壳内底藏的物件无一定正确。我用我这个图给你看，你才知讲确实。中国是多大？哦，跟你讲多大？长城以北绝对不是中国的，因为长城隔起来，哦，不使这个番人之外，就是讲匈奴啦，你袂当之外。但是中原的文化嘛，无法度出去。你给挂起来，用都无法度出去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蒙古文不是学汉文，那个满洲文也不用汉文，都不用汉文，啊，你汉朝文化那么发达，怎么没法度把这文字传起，你说长城都隔起来，所以长城是中国的国界，长城以北不是中国的，哦，咱就这样说，不定当了，哦，啊，这是清国的时候，哇，伊都较厉害。清国即满洲人占遮侪，啊，满洲人那有法度占中国。满洲人的人口是无汉人口的1%，哦，啊，占着中国，啊，那有法度占。因为中国人爱钱，爱官，啊，有官好哩，有钱好哩，吴三桂啦、尚可喜、耿直中拢往买买去。啊，都规个国家都亡去啊！国家亡无要紧，有家己有钱通地就好啊。这是中国人的特色。哦，啊，这乌鱼那会得话乌鱼，跟咱有啥物关联？因为台南是咱先发展的所在。啊，台南那先为台南先发展，台南也无挖中国啊。不是上挖中国的所在，不是上容易
来台湾的所在，但是台南有一个特产，就是出产乌鱼。哦，这乌鱼子在拍乌鱼子，抓到乌鱼了后，都爱上花，上花创啥？该拍、该抬、该生，啊，十外天啊！啊，荷兰人来台湾看到，啊，奈台湾呢？你安尼，你安个咧抓鱼啊，抓来落堆安尼哦，个咧捡石金，捡什么石？乌鱼石，啊，天下后迄落乌鱼石，啊，都去我都去查查查的，原因就是七八百年前都有记录，乌鱼为北平安尼都收起来，啊，收到这台南安平的时喏，哦，巴肚拢大来不开，拢规个拢是软啦，好、哦、啊。全台湾人全去给抓起来，哦，啊抓起来，迄个时阵吼，就是上欠食物的时阵，当做前后，乌鱼群都来，哦，要结果的，这叫做上帝赐予台湾的玛纳，哦，这个基督教讲吼，摩西带这个以色列人。离开埃及，去个西奈半岛，哦，去个沙漠的所在，啊，四十年在遐游荡，啊，要食啥物？伫沙漠里要食啥物？讲天顶落落来玛纳，哪有迄个代志？天顶会落食物下来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天海上收来鱼，好咱台湾人食，食到今仔日咪还阁在食。以色列人甘来享受四十年来呢，但是台湾享受七八百年，哦，到今仔日也搁在享受，哦，这就是台南为什么会发展，台南为什么先发展的重要理由，哦。啊，在台湾立，在荷兰人占台湾的时阵，哦，有发生真侪项事件，其中一项就是事件就是冰田迷兵卫。这个哈、哦，冰田迷兵卫，这个是一个船长，日本人的船长哈、哦，伊甲荷兰的长官哈、哦，给抓起来，哦，啊给枪杀，哦，啊所以达成公平交易，伊本来无该公平对待日本人，啊日本人无管给抓起来，哦，所以这个有这日本人就话多。哦，啊，这是荷兰人画图，荷兰人画开，哦，因的长官都是去用白个来对，哦，爱提刀要来抬，哦，这样事件，这是荷兰有记录，日本有记录，啊，冰田迷兵卫，哦，啊，这是即卖画图啦，哈，哦，啊，这挂代志。日本人来占台湾了后，伊专伫即个安平古堡即个所在吼，安平古堡即个所在吼，伊做一个石碑啦，该刻吼冰田迷兵卫吼抗荷兰人事件，啊个写一只写个一堆字啦。啊，即马中国人来了，真刻。算了，阿免啥开钱，该敲起来，啊，该写安平古堡，这款代志，你踮咧真侪所在看会到。迄、那个日本人登陆吼，伫、哦、即、这个来1895年登陆台湾的澳队吼，哦，登陆迄个所在，日本人做一个纪念碑，啊，中国人都去吼，该、哦、敲起来。叫做抗日纪念碑，哦，啊，你爱注意哦，你这个头壳来对，你若看到这款物件，你都爱去想，伊这款都已经作假，你看到迄款大概也是假，哦，你就知道，啊，咱头壳都较清楚，那不是头壳在对笨手，笨手的潜意识，哦，那日本奈无来占台湾，因为日本笨吼。哦经过这个西欧的迄个人进步，欧洲人进步了后，荷兰人、葡萄牙人吼，等等西班牙人入去日本，
日本人全锁国，锁国，就是日本人袂使出国，阿嘛袂使和日本，就是甲人动起来。但是有一个开口，开一个口，开一个口，伫哪个杀去？伫长崎，哦，伫长崎这个所在吼，有开一个港口。这个长崎这个所在哦，所以以后吼、哦，会流行歌吼、哦，有讲长崎姑娘，都无讲东京姑娘哦，因为我们较西化，唔多东京，唔是哦，是哪个杀去？长崎。买手美国原子弹，咱嘛该牵一条在咩遐？哦，那个杀伊哦。所以，咱太多也小可有讲着。1636年，皇太极改国号是清。1599年，努尔哈赤封蒙古文，哦，藏文创造满洲文，这爱注意。伊无去个。近在咫尺的中国学汉文，哪会去学蒙古文和藏文？这个就是你要记起来，就是这个长城给挂起来。所以吼、哦，长城以北绝对不是中国的、哦、所以有人来讲台湾是中国的，你讲长城不是中国的，长城以北绝对不是中国的、哦、你连文字都过不了长城嘛、哦、所以就是长城、哦、所以讲长城是中国历史的国界、哦、所以长城以外就是番邦、哦、所以满洲人就无法度汉化、哦、但是满洲人有文字了，过了38年建立帝国，过9年就打一个中原。汉人时代吼，南甲袂讲个南，啊那遐南，那中国人吼，汉人那遐南是咱的思想去用缩掉的，去用虾米缩掉的，去用孔孟思想缩掉的。哎，不是孔子派人哦，是统治者利用孔子来甲你缩。哦，这了了解说。这张相片吼、哦，是我伫纽约嘅博物馆去翕嘅。这写写 Tibet 就是西藏东西占嘅土地吼、哦，有这么宽哦，这么宽，加蒙古里啊，加蒙古，所以伊跟蒙古接壤。啊，因加写 China， 就是讲你规个这所在拢叫做 China 哦。啊，其实 China 是。那讲中国是这个时阵，蒙古蒙这个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啦，哦，所以伊为这个蒙古里啊，加这个 Tibet 西藏来学这个文字，哦，哦，这是较古代的地图吼，这个红线就是长城啦，所以长城以北不是中国的。啊，这边新疆这边也个拢话唔是，这Tibet这边唔是，西藏话唔是，哦。啊，也个讲这个文字，哦，咱来讲文字，咱台湾哦，闽北族无文字，荷兰人来的时阵无文字。啊，你也知西欧的人这个吼，咪是要甲你毁灭你的文化。伊讲，哎、欸，你在讲什么话？哦，你讲闽北族的话，你讲新疆话，哦，啊，我照罗马拼音，甲你创作一个26字母都会响的一个新疆文，哦，所以伊甲台湾的新疆文书都设立学校，教恁安怎写字，哦，教恁安怎记录，哦，这个新疆文哦，荷兰人在1624年入来台湾，但是36年都正式的教字啊，哦，教字啊了，这国的文字吼、哦，就是流传到当时，流传到日本时代，哦，
无人会晓讲平埔族的即个新港话啊。啊，讲新港话的人吼，唔止干那新港的人会晓讲，也阁有，也阁附近吼，小人社、有过来社拢讲同款的。啊，规个台湾唔是拢讲一种话，哦，中部有讲中部的话，北部有讲北部，凯达格兰族讲凯达格兰的话，啊，宜兰那边讲宜兰的话，无同款。咱的话真侪种，哦，即嘛嘛是原住民嘛是真侪种话了吼，啊，但是当时荷兰人替新港人写这个文字，哦，新港文，这就是去这个这台湾吼，这个总督府的吼，吼，迄个图书馆内底吼收藏的马太福音，哦，啊，该安怎 spelling 安怎读，安怎写出来，都是迄阵。来团购，哦哦，啊！台湾有出产黄金无？这个西澳的民族，伊去殖民地，要去提殖民地，就是讲，我希望踮遐有啥物黄金通提无？哦，有银无？哦，这个西班牙人在这个墨西哥吼，找到银矿，啊！伊来个荷兰人来个台湾哦，看到台湾的。人哦，挂着金破链，啊，这个金破链绝对不是进口的，绝对是家己偷杀的。哦，啊，买就用七七八七，可以找到一条亏。哦，就是咱即卖利物浦，哦，利物浦哦，遐迄条亏哦，伊个叫做多罗曼河，就是黄金河的意思。因为遐哦，迄条亏利物浦哦，然后西北河。啊，大雨啦，风台雨季吼，了后，迄个溪沙堡吼，哎，你就能捡到金角啊，哦，还可以再捡，哦，哎，安尼就是山内底唔知倒位在出生金嘞，哦，都，这叫做多罗曼河，啊，因开真侪时间，结果荷兰人撤退，哦，因为安怎嘞，大兵去到遐一年。开所开的费用吼，啊，甲所能捡到黄金吼不成比例啦，黄金有捡到啦，啊，捡到一撮人也无够，哦，所以因退出。啊，慢慢爱讲咱台湾人是一个真伟大的民族，哦，这个伟大的民族不是咱台湾人家己写的，荷兰人甲咱写，写讲一个故事叫做 Silent Trade， 就是沉默贸易。要做生意，免讲话，都有法度做生意，还是要安怎做？一句话都免讲，我都有法度跟你做生意。伊的做法是安尼，荷兰人的记录。这个，咱这台湾人吼，为怎样讲有这块金角，细阿弟啊，阿要卖，要安怎卖？一去吼大路边哦，找一个大的石头。啊！石头顶头放树叶落去，树叶顶头个石头啊，个四角个底块条，中央个放一个金角，贵重的金角啊，放一下。啊，人哦，做你等伊。啊，迄个时阵的台湾人，为遐惊个，嘿，这个金角哦，不是那个土海，迄是条根放一下。啊，也无人讲安尼个，我所有落地下落去啊，无啊。你看，嗯，我真爱迄块金角，但是我都无钱咧，我都无物件通甲伊换，啊，都惊个。啊，行来行去，行来去啊，大家拢为遐个吼，无人贪心啦。台湾人毋是贪心的人，但是刚刚有一个人，伊看到金角，我要滴。啊，这块金角吼。我身躯派两领吼，落个皮，啊，两领落个皮，甲你换一块，啊，做甲落个皮全囥个石头个顶头，树叶个顶头，啊，甲一块，这金角就囥个落地啊，吼，啊，就转去啊。啊，可能个用个换把种皮啦，换就把种物件啦，吼。啊，到我有一日，迄个原始囥黄金个迄个人吼，看到。哦，变成两领落阿皮，甲这两领落阿皮摕倒转去，
安尼完成了这个交易，这叫做 silent trade， 这全世界无人有咧。干那咱台湾有啦，那台湾民族这么优秀，吼、哦，这不是干那一个人优秀的啦，贵族、贵族、贵个社会无人贪心，哦，这就是荷兰人的记录，这不是咱的记录，咱也中，咱的这汉字的记录也无这款的、哦、silent trade， 哦，但是他都有提供黄金呢，黄金买就有这么多发金。咱台湾有出产金啊，得金龟少嘛吼、哦，金龟少的黄金吼、哦，边啊有一座龟人河，啊龟人河流落的时阵吼、哦，啊有一年到个差不多1899年啦吼。哦1899年的时候，这刘铭传来台湾吼，哦，要做一条铁路，中国头一座铁路，啊，那在台湾做，因为铁路已经在英国已经发展啊真好，美国也在发展，哦，全世界拢在发展，啊，中国嘛讲好，人有做铁路，我嘛要做铁路，啊，提一扎啦，提来这个。中国在迄、那个，即、這个上海甲南京之间吼，都该出路啊，该创铁路，都要行咧。啊，一行落去吼，嘿，中国人反对，这乡下都像轻空桥安尼吼，甲阮吼台土开啊，迄个祖坟吼，拢该擦擦钱，拆拆起來，我说拆起來，啊，拆起來要台要得囥喺度，摕来台湾。所以不是说跳江要来台湾去的，啊，刘铭传就来去，啊，挖石，经过龟兰河，七度的龟兰河挖落去吼，挖石墩吼，要做桥嘛，吼、哦，挖落去的时阵发现着金啊，在龟兰河的七度遐发现着金啊，啊，一发现着金啊，就开始洗金啊，金啊那叫做洗。你知影是安怎叫做安怎洗法无？起码你都摕一个平平的物件，哦，啊，为土刷个砍落去，啊，水冲的时阵啊，刷较轻就走出去啊，啊，较重的金啊就流掉，安尼叫做洗金啦，哦，洗金啊，啊，金啊洗好，啊都开始，哇、哦，一日两日，马上都龟人河的点头就。有3000个人以上，逐日来伫滚黄金啦，来洗黄金。啊，所以这龟人河吼，你洗漂一遍、漂两遍、漂三遍啦吼，啊，愈洗愈点头，全买就发现到金龟石，哦，出产金矿的所在，哦，啊，金矿当时我十年前有该算，一个人能掘到偌，一日能掘到偌侪黄金。十多年前哦，差不多会使掘到新台币，迄阵新台币诶13000块到18000块一个人。哦，啊，那公司吼、哦、组织的吼、哦，请十个人、20个、30个吼、哦，差不多一日有当掘200万台币。迄个时阵200万，啊，那到即阵哦，即款唔记起4-5倍吼、哦，快上市，安都对啊。啊！你知影这个黄金出产了后，这个既然来出产黄金，大波人他们也在做代志啊，所以马上就一挂地点啊，酒家、好、哦、唱卡拉 OK 弄来啊，哦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多都是高分那的暗劲，到我今仔日也阁同款。那深山哪来？那一个所在遐个老人，都是遐出产黄金。哦，哦，啊，西班牙人来占台湾的北部，哦，有几下个遗迹啦，吼，哦，像咱讲，即个三条角用西班牙文要怎讲？三条角，对，正确。
圣地亚哥，圣地亚哥第一届美国嘛，就是圣地亚哥啊，咱台湾嘛，就是圣地亚哥啊，这个所在吼，社寮岛对，今仔和平岛都是台湾这组公司在国人的外海啊，这个所在吼，西班牙人叫做圣萨瓦多，都是圣萨瓦多。有一个中美洲有一个国家叫做萨瓦多，叫做 El Salvador， 啊，伊个首都叫做圣萨瓦多，啊，都是同款名啦，吼，所以这样呢，啊，讲到满清政府统治台湾，要安怎统治？伊规定吼，一个官员，一个兵来台湾，干那会使做三年。我还和你做久了，本来康熙皇帝吼买地台湾呢，因爱买地台湾，伊讲吼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。伊讲台湾配太啦大，得到阿无加虾米，阿无嘛无差个虾米，阿奈一个皇帝讲这款，这夸口的话，哎，原因吼讲给你听。就是满洲人的人口，在1644年的时阵，人口不足60万，啊，有法度去征服加100倍的中国，中国有差不多6000万人，有够税金的，啊，那佫加无够税金的，差不多加个1亿，哦，啊，你无够人1%，啊，去占一个遐尼快。啊，满洲的迄落白痴，拢去个中国，拢去做鬼长。哦，中国人就是奴隶性、代太党的民族，互人奴化。哦，啊，这个情形，所以皇帝才讲，伊不爱伫台湾。但是你不爱伫台湾好啊，但是占台湾迄个西龙吼，嘿。那会使安尼？台湾已经开发的土地有18000家，爱甲18000家哦，其中的7500家囥在家己的落地下落去，哦，啊，通收产租咧，哦，哎，啊，你讲卖伫台湾，啊，个阮拢调倒转去，安尼那会使？所以伊甲皇帝建议几项，就是派来台湾3年1任。可以来台湾三年，皇帝一听想着吼，这个好，因为你若待三年，你无法度甲台湾人结缘，你就调倒转去。第二个，西龙讲的，第二个吼，就是袂使娶某仔囝来，啊，无娶某仔囝有啥物关系？恁某恁囝踮咧中国，你若踮咧台湾咧甲叛乱，我就甲你杀恁囝杀恁某。欸，所以皇帝说好啦，啊，你若要占台湾，让你占台湾，啊，所以让西龙抱着，哦，这就是这清朝的官员来台湾，啊，来台湾哦，所以咱台湾话有一句俗语，讲三年官两年满，来台湾做官做三年，两年落地下就得个满满满。这叫三年官两年满，哦。啊，还有伊禁止移民来台湾，啊，大部分拢偷渡过来，所以吼，哦，我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咱台湾人，哦，虽然有汉系，可以讲能素系，哦，但是其实是大部分85%，咱的血是流着边埔族的血。这是最近迄，那个，这个马改平以来对，哦，林玛丽吼，哦，人的分析，讲咱85%是平埔族的，所以咱甲中国人无共款，所以咱叫做台湾民族，毋是中国民族，爱区别好清楚，哦。这个，所以满清摕到台湾，伊要安怎统治台湾？就是派一挂兵三年来都一遍都好，
啊，三年来吼，伊都家讲吼，恁即挂人吼要统治台湾吼，恁啊乖乖就好，然后抗清事件吼，你都调倒转去，你都袂使当面只三年关两年满哩吼。啊，所以大家拢嘛要想讲，要底下底较满的吼，所以吼，互恁台湾人小太，互恁即作甲迄作袂合，即个时甲迄个时袂合，所以有一款的分类制度，即分类改造的名名刻度，即看了真清楚，就是葫芦人甲客人落去台，哦，漳泉岛。漳州人甲泉州人讲话有小可无同款，哦，漳州音甲泉州音无小可台，县级斗，哦，往个官，这个官甲迄个官台，族姓斗，哦，姓林的甲姓陈的，哦，那叫族姓嘛，啊，一个客客斗，这都趣味咯，客家人甲客家人你嘛落去台，啊，因啊台。啊，同宗族斗啊，职业团体互斗，都分做这多种，哦，啊，分做这多种的原因，就是讲，伊无爱一个统一的、一致的台湾，伊甲你分化，尽量会使甲你分化，就甲你分化，哦，啊，分化，所以有这个闽客斗，咱即马看了真清楚，闽客斗。啊！伊甲客人讲你是客，啊！那心内讲我是客，永远是客，都袂讲主人。所以即卖新的客家人理论就讲，我是台湾的主人，啊，即款就对啊。哦，安都袂区别啦，哦，哦，啊，漳泉岛、县级岛，哈，这是讲一个大家知影，就讲晚清统治台湾是用过即款的方式。现在要讲一项代志，就是咱每年中原普渡拜好兄弟，对无？恁有拜无？有吼、哦。啊，拜好兄弟，啊，好兄弟啥人？咱头壳吼无清楚。好兄弟吼、哦，标准的讲法吼，照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宣传，就是。孤魂野鬼，啊！一个孤魂死在路边的，啊！你都去甲拜，啊！你们拜个袂记，为吹，为吹拜个泥堆，逐日拢在拜，嘛拜袂完。好兄弟安怎？我讲讲，甲你解说，吼、哦。你拜，这是在拜你幽燕公，吼、哦。这一个金汤来接管的，所以这里是给给安来念，差不多接管哦，来接管哦，接过看，这款在路边的恁捌看过无？哦，这就拜好兄弟的啦，哈、哦，哦，这幽燕公，哦，还是大梦公，啊，哦，还是八四牙，哦，哦，啊，这写写幽燕公，哦，哦，幽求必应。啊，这个啦，这边就是啦。啊，这是土地公，土地公翘尾溜，啊，这无翘，这还佫毋是神啦，这叫做好兄弟啦。啊，好兄弟是啥啦？啊，那遐多，为台湾头到台湾尾，拢，逐位拢有，为边地到山地，逐位拢有。哦，啊，那会有，哦，原因，咱台湾过去四百年。拢受到外族的统治，啊，这个外族来统治的时候，会甲你屠杀。啊，这边屠杀哦，不是讲两三个啊，等在路边啊，是几百个甲你等在路边啊，等在路边。啊，等在路边又甲你休息无？统治之后甲你休息无？绝对无甲你休息啊！啊，为着保护台湾，啊，牺牲性命的人死在路边。啊！咱台湾人看到全个乌一窟、大大窟，啊，尸体拢爱歇歇落去，啊，甲抬起来，啊，甲起一间小间啊庙，哦，叫做好兄弟，叫做幽燕公，叫做大梦公，啊，其实一挂就是咱的
民族英雄啦，替咱去死的。安尼讲有通无？哎，古早人因为伫统治者之下吼，唔敢讲伤大声，就讲这是孤魂野鬼啦。哦，啊，其实是为咱台湾人来牺牲的，所以叫做有勇功啊，你去来求有求必应。啊，即马讲，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你一寡台湾人死去，啊，嘛有一寡人吼、去做了别啊，退通底价来杀台湾人，啊，颠倒去有台湾人杀死的迄寡人叫做啥物？退通底价吼，去出力，吼、做了别啊，啊，但是做了别啊，无一定顺利的。去有台湾人杀死，啊！这满清政府吼、当时给人叫做移民呐、你这块人叫做移民呐、其实吼、我伫网络顶头叫做不义之民呐、那叫移民。你杀台湾人，你台湾人杀台湾人，你那移民，你不义之民嘛吼、就有一挂客人都甲我反对讲。哇！你这歧视我们客家人，我讲嘿，要做台干的吼，客家人有啦吼，泉州人嘛有，原住民嘛有，漳州人嘛有，啊拢嘛有，泉州人的义民庙、客家人的义民庙、漳州、泉州人的义民庙，拢有原住民的义民庙，你去看拢有，哦，啊你变哪讲？只是到到今仔日，还阁真侪人阁去移民庙去礼拜，伊也袂觉醒，才来讲互伊听，这是不义之民。所以按你讲吼，你每年的中原普渡，你都拜落较有意义，你拜确实是为台湾来牺牲，即挂人应该入去忠烈祠，但是无甲一个入去。哦，咱的民族英雄，哦，无甲一个入去，吼、咱应该有啥物人会让入去？稍等下，吼、会讲。啊，这是移民庙内底的包装，吼、这像我这是皇帝写的，吼、包装。哦，这嘛是移民庙的字，啊，移民庙拢遮大只，哦，新埔移民庙，吼、拢遮大。像讲，这个吼、阿母王，吼、朱一贵。并且即卖人有去纪念，有即卖人较知影吼、朱一贵吼，即、就是咧庙啊庙会较细格会徛吼。即、张图吼、杜秋明即张图，就是满清占台湾的时阵，1683年台湾已经开发的土地的一角啊，啊，伊行政嘛是占一角，啊，马厝占我这个。格马兰就卡马兰哦，占较大起来。啊，其他的咧，其他这所在叫做什么？叫做后山啦。哦，恁当然最近常常听伊讲，因为后山选举啦，花莲的选举叫做后山选举啦。哦，啊，其实，即马讲这格马兰、卡马兰这个所在吼，是咱。有一个汉人叫做五沙，五沙去入去开垦，哦，啊，五沙入去开垦，五沙有计划一步一步的人入去开垦，开垦好势了后吼，专做这个土地的所下人到一块地，下人到一块地做表，哦，上好完成政府。拜托完成政府，把这个宜兰这个所在、卡马兰这个所在吼，收入去完成的版图啦。啊，完成政府爱安尼爱拖两年啦，但国不将家己接收，啊，那都爱拖两年。啊，拖什么意思？人土地安尼替你开发好势安尼，要家己交税金啊，你安尼爱拖两年。嘿，因为中国人贪污嘛。安怎谈？伊就是吼、哦，这个
以前哦，在这边开发的土地，就是你开发好势啊，哈，你家己该开发的好势啊。伊讲，这块地不是你的，这块地阮小弟的，这块地阮大兄的，你爱该立产租，用我这款的物件来给你通知。啊，即嘛，假如做好表格，上好完全政府，啊，都伊都无通报啊咧。哦，所以就拖两年，那无啥甘愿在2018年的占台湾百几年了后，那国不离三将，大概收一个。所以即嘛到今仔日为止，哦，即挂土地吼，即挂土地。以前拢无名，叫做后山啦，哦，包括这台东、花莲、宜兰，哦，啊，在台北有一个所在叫做九白啊，九白的意思什么意思？就是甲原住民中间的界线，叫九白啊，哦，啊，咱台湾还佫一个派的习惯，叫做捡骨，哦，捡骨吼，捡骨咁。叫做派的习惯，捡骨应该是算讲袂歹啦吼，但是捡骨的由来爱讲予大家了解，因为陈胜公即作拍败战争失败了后，满清政府来台湾，伊看到陈胜公的骨头，哦，无，甲田景的无，甲因囝田景的无，两个拢来。台南永康即卖永康乡吼，鼎厝吼，鼎厝就我聊啦吼，迄个所在台下，啊台下吼，即两支骨头吼，放喺台湾吼，以后变做反清的即个反清都来遮拜，啊都来反清，吼，嘿安尼袂使，甲即两支骨头甲。哦 OK 要怎跟台湾人讲呢，讲吼，人若要友好吼，都爱把恁这个祖先的骨头摕去关伊的故乡去带，所以叫做捡骨。啊，同时呢，你也知影，不是干那乌丁先讲的哦，明朝、蒙古的时候有百外的。大神对陈胜公过来，啊，伊个无也是拢该乌乌起，啊，但人看，恁做重要，我就捡骨，捡骨就是友好，啊，所以这个派习惯乌起，哦，啊，恁祖先的骨头，啊，你就该擦一遍，啊，有一日你死去了后，咱拢爱死嘞，啊，咱骨头过去叫。叫阮孙来，甲咱孙来，甲擦一遍，什么意思？入土为安就好啊，擦唔对，所以这捡骨唔对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咱在台湾有处理一条唔对的代志，吼、哦。康熙当时吼，为着这有讲着，朱仙公。那不是叫做陈胜公，伊个次姓朱啦吼，因为明朝是姓朱的嘛，朱胜公哦，是明世遗臣哦，不是政治乱臣贼子哦，专去逮哦啊，所以这前部吼、哦，对的来讲起来吼、哦、啊，咱哦，咱时间有得够啊吼，咱这个就再给讲开完。哦，这地永康乡哦，有一座李王庙吼、哦，就是清朝在管台湾的时阵，陈胜公的庙绝对没有啦，绝对不会让你去陈胜公的庙啦。陈胜公的庙是死后拢买手吼，拢在日本人带来去的哦。这是李王庙哦，李闹李王，还、啊、什么大天父哦，这种名称哦，拢是吼、哦，拢是。救命啦，唔敢甲陈胜公的名讲出来，讲大天啦吼、哦，好，咱小休困十分钟久，吼、哦，到这。起立。
立正，起立，休息10分钟。